新鸡翅两百楼，来200块叫虾仁卤猪两百块楼，来200上面叫虾仁卤猪200块两百块楼，我两边叫虾仁，各两边叫虾仁卤猪的无200块，各两边叫虾仁卤猪的无，还搁一个两百只啊，到底？挂虾。来两百个，我要吃虾仁卤猪。你相信我，你吃看嘛，来两百，爽一点。必要啊，必要啊。虾仁卤猪还有要吃吗？两百块个，我要吃虾仁卤猪不？真正好吃，我名好笑的。两百个，我要虾仁卤猪。拢有啊，恁无买两个，干啥？我买一百多试吃看嘛，一百楼试试看看100块。一百两个，一百两个。一百两个试吃看嘛，你一百不是迄啦？我今晚看一百块是这啦，你一百是了钱的啦，啊？来包个一包，两个，来两个，多一个。伊讲要换迄方便，来一个一包，来一包够买来无？虾仁卤味酥100块，拢有啊吗？所有了吗？啊、哦，来谢谢，感谢你，来放下，快点放下。到两边就萝卜糕，有两边就菜头粿无？菜头粿要存了俩，好啊，坐咧咯，是睇下边个。啊，是你个硬尾啊，叫感情我。哦，以后不要磨，后边要磨。来，汤粿煸好啊，来上面就这头用来顶。来，是你个硬尾啊，放放下。好啦，我放哦。来，上面就硬尾啊。这东西用煎的就好啊，爱吃卖三包鱼啊，我买来200上面吃硬尾。来200块上面吃硬尾啊，200。一尾200，两尾200，三尾200，四尾了哩，才5尾。来200块了，四尾剩40块，200块。200上面吃无？收一个啊。啊，我这边搁12，6尾了哩，200块上面吃硬尾啊。好，行，一个。无够呀，无够7尾啊，200块平安生啊。大哥，要吃硬尾啊无？200块。来，走啊，杀我钱啊！硬尾啊，够两只无？3只了哩，4只。4只无够，5只，5只无够，6只，6只无够，你食一礼拜7只，来200了。够要食硬尾啊？无200块。7块卖200块，两个人平均是要30块以啊？你唔捌？200够要来无？拢有啊吗？有人要买一百？200块一家就分啦。2尾、3尾、4尾啊！你看人啊，知影行情啊，人啊知影买两分，白你有够俗的。来6尾哦，你7尾，伊买两分了。两分即尾我送你哦。收啊！这嘛收啊！同我做正事者，这个正事。之前替我带来走，你两份的嘛。恁迄个，刚刚你送我衣服啊？这边带来走，等一下。有我随个那边，迄个衣服是我。我早买无货啊，我只凊彩卖卖就好啦吼，哎，随便卖就好，来迄个。你也就摆两份，来春家了。啊，这你听我讲哦，注意听哦，注意听。你若要冲市的人，你这毛病哦。哦，我甲你讲这啥物物件，你注意听我讲，来，这叫煞白衣皮。煞白衣皮有两种啊，一种煞白衣皮就是真正干来卖你皮尔。我的煞白衣皮还哪有在无共？我的煞白衣皮下骹若无饲盐巴，下骹若无饲盐巴，我饲起互你啊。我这煞白衣皮再把一支饲拢无当的两种料理，三种啊。真的，主动第三我还搭一条上好食。你买完这包衣皮，当然拢甲我切到世界底啊，内容卤。好，要求迄人用卤的哦。这个是我泡泡水里用卤，只要讲食到变面，这一包行情半斤才赚130，今麦一包起到108啊。这两包36，要冲市的卖买，唔免36，35买啦，先给你300我。吴小姐，来300块上面就你欠未欠真久啊？300难买哦，100块然后跟侬哦。300难买只哦，300块。你若买300，我加一包上面啦。我若一包卖你100，今麦来讲已经创作上，今麦煞卖全台湾拢起价啦，先给你100块哩。我一包卖你斤工啊，尔顶可卤啊吧，五个最后三个人计唔免500，300咯啊，300个要一个无？私募一笔，300个要一个无？一包半斤嘞，从130、140、160起价，即马180出卖你安尼嘞。我搁招一个，一包无爱卖，记着好啊，我爱啰嗦，四个客钱500伊咯，若无就收啊，唔免500。收者。300，来300个要一个300是袂使吧？无300，好，你要吃吗？300块。300，当搁招一个人计无300，来下过边啊！你若要摸的，姐收钱。你若要摸的，啊，甲我讲，我叫单，甲你摸，你拢莫甲你摸啊，吼！哎呀，讲真心的，你来这开钱，我就做甘心的啊！我莫搁甲你摸的啊，我甲你摸就好。你要走，你就讲一下，来来因头，我要走，我叫单，甲你摸，来。你敢有当下来无买着小龙汤包拢无啊？一包50粒，唔免300以后，两包了，一人买一包100，有人要食啊？阿姐我。最后一包，最后一包100上尾啊！大哥，你有？你又无在，无啊无啊，你又无在家己，你又装在遮。三个龟啊，拜我。哦，你讲到有代志，我有代志。恁现场，姐，你有讲过什么话吗？有
讲完了哇，你刚才讲话讲完，我讲完未十多年啊，你要试吃看卖哦。大哥，你要怎啊讲完冇？啊，最后一包冇啊。你若要吃，讲完了三包，你若后尾呐，三个人加后尾，上加两包，两包头上。阿姐，来两包讲收钱哦。讲完了讲没讲哦？请你收钱。来两包两个，哦，两个都过一下，来只，来只，过六，来多是一个。好啊，行啊，好啊，来两个皇帝哦，你真好笑哦。最后四个人，你无买一百块试吃好吗？来两百，搁一个。一百块试吃好吗？有人要？来，两百。过来，过来。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因为无啊，拍实真正无啊。好啊，我有看。我这话讲哦，这箱哦是足贵的，敢？你敢当给创作平话袂咧？哎，这箱你卖勉强啦，无烧啊，吼，无烧啊。红彩啊，摕起来，我挂你两包起来，啊无规箱起来，我好歹我摕起来。啊，春节了，这箱我真袂着，啊再来啊，有人要食葱抓饼嘛？手工啊，八块钟啊，一包八块，唔免三包二啊，吼，四个人三个尔，一百了，到上咩啊？来这边买一个两个，有无？快点，快点，我用，我用，上我你去收两个当啊，是的，你收一个。我收一个，收一个，真正无啊，后边这张箱啊，大块是真正无啊，这个几百名无啊，来。几个？我一个。多啊，几个？我几个收一个，再收一个，来，再来一个。无啊，恁老怎啊来？无买着一包？我哪会找你这么？一包叫酥炸杏鲍菇，做甲比鸡肉比咸酥鸡好吃。一个人加搞买拢无啊，这一包鱼啊，我两包五百，唔免五百，四百，两百咯。然后来要食酥炸杏鲍菇，我200块，两百块咯。来两包，要食我酥炸杏鲍菇，一包四只，我买100块，买个老鼠几包一包，还要加钱？加钱，至于迄个讲完你讲。钱去讲完了，第三包我收你啊。这块鱼啊，把你啊煎得比蒜鱼较贵，比蒜鱼较巴，等于给咱配置一支翅拢无，这叫八三。这三块一公斤，参加一个出来33，三块出来一千，唔免一千800、600、500了。你好啊，我咧介绍这你咧注意听啊，拢无啊。你位内底若有代志，创一支翅出来，给咱配置，吃了肉丁配置，含酒，还佫加两个所内容，这咧钱的吹拢会动，新价钱的这包无了。一包搁十二，两包三斤半，新价钱300了。来，上面食百三的300。来，有两要食卤鸡腿无？拢无啊，钱起啊紧了，这一包十支在成做的。来边啊！一支鸡腿卤五十，十支卤500，唔免三个价钱，新价钱200了。来，卤鸡腿上面食。来，最后一个同步听我讲话，要注意听我介绍一摆了。来，钱你另外提啊紧了哦，哎，钱你另外提啊紧，其实睇下只，我来讲哦。这全台湾省足侪人哩坐，龙江春秋啦，下罗湾、下罗厝、下罗湾就是大只，下罗厝细只，就安尼啦，无过啥物八种啊。哪个有甲你讲八种？迄个十对四座啊，听好哦。来，这个虾仔就是用烤箱，啊无就是用啥？用迄、那个用烟烤的。来，我倒出来是要倒掉，我问你怎讲？这只虾仔量偌济？不要讲，注意听。我背几下让恁看。来，这虾仔咧有坐无？这种野生的你拢放心，不管你对买拢是野生的，你去大卖场告诉我买拢野生的。安尼，这大只。啊，你看，这种用烤的就好啊，吼，来睇下一对，那我无睇啊，摕一个起来。这种用盐烤的就好啊啦，用恁带盐，你知无？用恁带盐啊，甲腌落，啊，平底锅咧，火甲开落，吼，一平火，一唔免这平啊，你甲我买偌济，为恁共开落，最长者就好啊，盐铺落，火甲开落，一平只要分半斤，啊，搁冰块搁分半斤就好啊，啊。阿姐，听我讲个先，一盘全部四个人计搞要吃，全部。招恁现场四个客钱，还听有啦？唔免一千，唔免800，听好哦。全部我无爱招四个，全部三个客钱了啊！一人超过一斤咯，卖钱卖800，先客钱的人给300了，来300，我来装修啦，两个三个，装修啦，装修啦，装修啦，后边帮我收钱，300，装修，后边收钱，三个，后边帮我收钱，300块，来者，这无人话300的啦，你们食这个虾无300的啦，四，五，几个？三个，最后一个300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来加一票。我咧老在搞岗位。来，你几个？五个。几个？来五百，下五百。来，五百。注意听。来一千个。来，一千个。敢有岗位？来一千个。我这三个要请上来啊。五个啊。来，这花三百，收不了我就请上来，无够介绍。帮我整理一下，帮我出啊，台式起来，我帮你卖看嘛。来。我帮你卖看嘛，对个。啊，你只先帮伊，帮伊个高分，只要高分。哦，会啊。来，你讲台湾来无买着台式咸酥鸡个无？拢无啊。
这台式前出去，这一包鱼仔我两包都无包，唔免五。